200 户，白仓有去3家，搁200，拢有啊吼，来谢谢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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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要食鲑鱼好来。早上哇，九块的。智利鲑鱼啦，起码我一斤磅啊，这一斤磅35，一斤磅35起条啊。这凊彩一块拢斤外重，凊彩一块拢斤外。这一块，这一块超过一斤哦。一人叫三个人客啦，一人两块。这一块斤外，一斤35，一块卖讲开400，这两块开800。我招奖金下来600，500块了，500块。这两块贵500。三个客人来，加你就四斤重啊！500了，500块，500块，500块，鲑鱼500块。从乌日过来到第五市场，500票啊！鲑鱼好来，无人来，咱先。我讲无一件过剩来，这三地够500块，500。那个，过来谢谢啦。复兴路一直骑到。复兴路一直骑，到五权路左转。到五权路左转，然后。然后到三民路右转。就复兴路接五权路。穿烫了五花沙皮，完全都没有刺，也没有鱼鳞，依然都甲你融化。接林深路也是可以。一斤重一斤啊，一斤我好人咧磅偌济？接林深路也 OK。一斤磅100倍，这一颗100倍，两颗卖偌济？卖3人。我招两个人去300块有人诶，300块。这两颗300块，一人3块我来。一两三三个人去300了，加咧3斤哦。3斤诶，沙白鱼皮卖啊，300块，300了。三个人去爱吃，两百块了，200块。来，这边坐。你买什么？来，我来。头家坐这边，小姐姐来。我坐坐咱坐坐。你鱼皮做吃，等于串烫了啊。串烫就好吃来。谢谢你。个人来无只3块，搁200块，3斤重哦。来，来鱼皮。等等。哎呀，你又来。个人要食石目鱼皮的无？3斤重的，3斤重的，300皮。来，这边小姐，搁一个。来，阿姨啊，来，谢谢，来，应该谢谢。来，鱼皮这3块，3斤200块。来，这边头家搁一个。好，来，谢谢。个人要食鱼皮的无？这鱼皮拢东港很出的哦。每天早上半夜凌晨2点半，2点半去养厝的，个人爱无鱼皮，头前头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，甲蹲啦。来，谢谢你来。来，个人爱无这3斤的鱼皮，搁200块，200块，200拢我吼来，谢谢来，来翻过。啊，这蛤蟆，蛤蟆来，食蛤蟆，煮蛤蟆汤，炒蛤蟆，有些菜贵哦，这要大粒的，一斤偌济？1斤101块，1斤101块。陈红宝，你好。100块，100块了，套刷套啊。对，礼拜五。好了，100块。对。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，100块。他们大概，他们5点半就到了，啊，大概会7点开始卖吧，因为这里的人比较少。礼拜五比，礼拜五会比较晚，因为大家大概8点以后才会出现。在哪里？彩虹啊。再看卖，昨去乌的，乌潮8点正才乌一趟啊，你来看卖，乌到以后要上着来。这就卖回来100块呀，谢谢。大粒的哦，啊小姐，谢谢，100块。蛤蟆阁剩下100块，只能头家阁一个。两份好来，两份来，阁一份。来200块。来吃吃，谢谢。吃一个好来。来。个人来。Hello， 高东老师好。蛤蟆阁剩下100块，100块，头前头家阁一个。林森路开始封地下道了吗？最后一个人接下来都买100了，100块，最后一个无，最后一个100块无啊，谢谢。因为这个市场算小的。有人不吃脆皮虾仁卷的不？这是一个小市场哦。
希望他们可以带来人。两个礼拜来，两三个礼拜后看能不能带把人带来。在做家来在家就遐哩吓人，吓人来在家就吓人尔。我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你捌看过直播呀？你竟然捌看过直播？拢捌看过？无可能吧？拢捌看过？不可能！看过直播呀？拢无？你竟然拢看过？拢捌看过我？安尼就好解决了，哈。对，我知嘛。嗯。哦，拢有看过，安尼就好解决，安尼。礼拜天乌日。安尼我就免过个出个全部啊，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。脆皮虾仁煎来一百块，这我煎起来一条十二块嘞啊，来一百块，一百块就，一百块。脆皮虾仁煎给你更，这要包包大，哎，包啥？包豆皮啦，这等于，这要你搁切两块，那唔要搁切两块，你这要不看个直播哦，你搁切两块。来，你食着虾仁尔，转去哦，炒菜了，炒只韭菜花也好，我就食起这两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来。就像上面有上面有什么？不然来，我脆皮虾仁卷一百块，脆皮虾仁卷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哇伊啊，转去炒菜去煮了，一百块，一百拢有啊，来。这是新店。对，这是新店。今天是第一，这是第一天，这是第一天。那你知道这要买多少吗？500块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要，你赶快买啊！来了，500，三只来，200块就好，200，卖300块，几百块哩？一只够赚的，300块了，一只剩60块而已啦。好，来，五只贵啊，300块来，一两只、四只、五只、300了，几百剩60块，套金鱼几百，200块。乐群街其实很多人，老实说，我常常去乐群街吃东西。我常常在乐群街吃东西。乐群街有很多好吃的东西。谢谢。我帮你拿好了，比较顺。来。来。这个鱼买回去都要马上处理。无啊，哎，青鱼都无啊。你就杀，先杀，要杀，要马上杀。杀加西加。马上杀，然后就对再冰。因为有内脏在里面，它死掉会不好，会有腥味。300块套装300块。到底只水饺你来看卖，白素素。300块上来300块，第五只搁300块。300块，你要这个吗？這個、码头，码头，哎、欸，知道码头哎、欸。这样在看直播呢，奇怪。你有没有看过直播？有啦哦。哈哈哈！人在看直播的，啊，讲到出个转播。那今天这个比较大吗？有啊，当然比较大啊。这个真的大，这一片一斤呢。大的大概2倍。这个一片大概外面2片呢。对，因为昨天一片才100。买200好不好？三只给你，四只给你，五只给你，这个叫北头鱼、码头鱼，这个搞大阵就好吃。这我好看，这尾抬起来80啊，一两三是一个，一尾80，干来我三尾两百块。乐群街这边。这四只哩，五只哩，200，六只哩，200块哩，北头，这北头不要吃，200块，200块，来啦，六只、七只哩、八只哩，200了。好不好？你会吃几碗饭呢？你知道我有看影片吗？啊、你知道嘞，每天价钱不一样，你有看影片？好梦奇招。我如果从明天、昨天拼到现在，就一样价钱了。你来是来，六只哩，七只哩，八只哩，搁200块。买头骨啊，阿姨好不好？等你打电话，真无有钱。快啊！明火木招，增加二招。我真艰苦嘞，快啊！快好了。今天没有现切的哈，现切的，好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退兵，我再切一切，切成小块一点，就是现切的。等一下来呀，这个点，加一锅了，加一锅了，炒大刀，炒小锅，炒只客家小炒啦，嘿啦，一锅了，四斤啊锅啦，我叫四斤啊锅啦，人家来，人叫我头家就来，四斤啊锅，我竟然要买伊啊，你知道？哦，哎呀，一锅耶。一米一百，两米两百只，八两百块，这边我上，这边我下下，两百块了，一百了只，一百块，到大队了嘞，一百块啦，在啊，一百块了啦，来啦，一百了，一百了，老板你拿吧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无长头，无破刀，来，一百块了，啊，
三个来，四个来，五个来。等下找你钱哦。一百二来，一百过来，这大堆要看的。那么一百下来，来这边两个，你们两个来。对啊，要谢谢俊龙哦。一百块。俊龙有，俊龙有。这一箱四千几块啊。你看卖一百块卖几个？卖四十几个啊。哎，好啦，凊彩凊彩，咱头一工来，头一工来，咱卖较少个，一两百。俊龙帮很多忙哦、喔。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再过两个，再过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，快点。消防真早。来，这个再过姐姐，小弟过姐来。两个啦。啊，再过两个，再过两个，这个头个过一个，过来等得久啊。过来等得久的，你就拜托人好讲。你敢不好人个？好好好。你看嘛，这个姐。对啊，俊龙帮忙找的。不搞错的话，来，这个。那个你拿好了。要几啊？要几啊？一百块。谢谢。阿妈来，阿妈来，这白鸡，正水一条，只烤鸡汤好啦，烤鸡汤红海鸡啦，凊彩，一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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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姐，你要一百块吗？一百块，一百块钱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呀，来，一百块头前头前搁一个啦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，头前头前，头前搁一个啦，那我等下找你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啊，你爱吃我一百，好。我找你。个人爱无鱼竿，炒大刀、炒大干的。吃个虾啦，吃只烤鸡汤好嘞，包好一百块。等下要刷烟啊。要刷烟好嘞。个人爱鱼竿，想买无定，拢有啊，拢有好嘞。好，我等下，等下我做位找烟。好啊。这里找好九百哦。好。来找你。来玩啊。好。来来。这怎么刷烟呢？好吧。来。怎么刷烟？加啦，加。加哦，加来。来来，四百，八五百了来，多谢，真的，两袋啊，你刷一大袋啊，你切切来来吃啊，这免我煮啊，等下切切，我刮三片，你啊大袋，你啊我啊这大袋，一袋好加，一袋半价超过三百块，一人安尼啦，一人买两袋了啦，一人买两袋了，一袋咱做三百，这大袋一袋做三百，一袋三百来，一袋三百来，这两袋来六百，六百块，六百块。两百块，五百块了，五百块。你们头家要两袋啊？你们两袋了啊？免五百四包，就一人几只？三百块了。三百块，三百。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。哎呀，刷烟先，给出一百块，我讲。这两袋拢来，这两百块了。刷烟两百块，晒烟两百块，哎呀，你来无？快啊，两百块。我吃过，我咱买一袋，等你吃看卖，一百块了。你苏先生，你不用来应征啊！你那个大老板的，大老板的命格。四百一碗，四百一碗，可以来。来来来，还要不要包一只料？背咯。一包。背咯。五斤，一斤我看了。背咯。包四十，一包都四八料。背咯，你竟然看，你竟然跑进来看直播？哎，三八，三八一斤还要剩六十块呀！哦。对，第五市场，对，第五市场。离下我，离下我啦！鲨鱼圆真空包装，没错。两百了啦！谢谢。哇，包五斤哦。嘿嘿嘿，你不用上班哦，嘿嘿嘿。现在两百块。龙网开了哦。对，两百了。差不多啊。两百块。两百块，现在两百。不要紧啊，第一届来较俗啊。哈，飞机王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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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凤螺，我问一下凤，有这边有两个停车场，这边停车场很多哦。还有来，还有来，还有来。等吃完了，你我们来，还找沙发，还找沙发好。不像。背后你看到了哈，我没有骗你吧？直播很多人看，对不对？这我们吃三百一碗了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好，两百块啊，两百好，谢谢啦。你在北京。白烧好，白烧这阿姨讲要红条，这红条都袂定，这红条啦，人讲红条好食白煮的大条来，这我袂定来，来去来去来，来来来，这红条啦，你睇好未哦？睇好未？边个睇啊？来，这红条好食。噔噔噔，七。
好吃啦，客户还聊起来。啊，别，搁点一只来，搁点一只来。青菜也好好用。这红条啦，红条倒一个红条，迄个造谣，我造谣。安怎卖吼？这叫红条，红条无只大只大条嘿。来来来，我就三个人摕了，我就三个人摕了啦。一尾啊，一尾啊，惊迄一尾啊，惊红条，一尾了三四百块。这大只你干呐？外口要切哦，加一尾，一尾抬较好，一尾若无一千蚊钱啊。还有啊，还讲红条啦，有水无水你定来看，红记记这毋是变色的哦。等下若褪色，加等下还我。哎，讲我一尾若一千六。Hello， 香娃娃早。一尾一千六，你今仔起得来吼？我一两千五了。你今仔一千块了？你今仔有帮我起床？这两家一千五敢食？两个人起来一千块啦，过一千块，一人三家一千了，一千块了，空调嘛，哈？唔免买遐多啦。唔免买遐多啦，好啦，我你买一尾了，好，一尾嘛一千了，好，啊不你咪三尾一千啊嫌伤多，啊一尾也卖一千，你嫌伤贵，我一百啦，一回尔。两尾两尾，要用开两千，开千块，一千块，免八百了，七百，红条未啊？红条未啊？有六厘来看下。喂，查。五百了，500块，500块，好啊，500了，过来。你抬落来这边抬啊，你搁抬啊。这两只红条只，500块，红条唔敢食哦。你无食大只的大条嘞，食落来无大只的，过来。红条只水白，食完了，别人买一杯300了，二啊五吧。这是干杯。微微早，一家宝宝。我陪。微微，好久不见。隔壁这卖衣服的看起来不好，不好相处。一场四个人，我只认两个，是嘛胡聊。阿不了，阿哪？是安怎？伊一场四个，我一场才两个。阿姨比较老啊。比较老。人伊讲伊今年才18岁，安尼个。哎，这一箍一斤的哦，银铜这一斤我好卖100倍，这两箍我你卖三百块。什么意思？怪哦，卖你200了啦，这箍搁送你个200块啦，两个人加200块了，好无？因为隔壁已经摆很久啊，我们是那个帅儿子是新来的哦。他本来隔壁他本来空间比较大啊。这个就要300了，300哦。弄我白手弄我，现在放到来。你红枣。不是啊，我啊，我啊这样。你较细只，倒去拄啊小家庭啊拄好。你一尾200，两尾200，三尾200块，四尾200，五尾哦，你一尾40块尔。6条哩啊，7条哩，200块哩，好不好？200块。好了哦，多一只给你。
再送你一只来，够不够？不够，再多一只来，够不够？够了啦、喔。陈真亮你好，他会卖到几点？今天不知道，不过通常都是十点半，我想应该是在十点半左右。我想应该在十点半。七条来，八条来，九尾来，这十尾来，佫一个人起价200块，200块两百块。无啥有钱吼，无啥有钱，我绝对无啥有钱。若要这种我啊，若要好价，就算你厉害，除非你嫌将军拢较食落去。龙王之后准备很多，高位准备能发，要准备成功，能发高。